1542集。他们几个人是谁呀？目前来看，典型的野修，没有什么大背景。可是这一次，却让一个异荒族焦头烂额，让人王世家流血又减损威名，闹得太大了。起初，许多强族还在看戏，甚至想对墨家落井下石，可是仔细想一想，他们一阵后怕。这样的局面像是什么？好似打开了禁忌之河，两个毛头小子而已，发布悬赏就能撼动一荒族，这成什么了？打破固有阶层的利益，这不是妙事啊。自此之后，如果所有人都效仿，都敢如同姬大德一样癫狂，高高在上的利益阶层会怎样？这个阶层怎么不害怕呢？他们的处境会相当的不妙，他们的地位会不保，可能会被推翻，这怎么行呢？他必须得斩断所有人的念头，不能让这种苗头滋生与疯长，真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受损是他们整个阶层的利益。一些可以预见的事儿可能会出现，比如万一某个野修意外发现一个古洞府，散尽天才地宝，不计代价的请黑暗势力出手灭掉某一大族，这种情景想一想就可怕。比如一些家族自身或许衰弱了，但若是想拼命动用所有资源去叫板昔日的仇敌，如异荒族等，难道所有人都会看着任这种以弱搏强的局面出现吗？一些史前家族怕了，固有的利益不能被打翻，不然后果不妙。当然他们知道，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黑暗组织，应该将他们剿灭，这样才能解决真正的隐患。但是时至今天，还有哪个道统敢轻易地开启战端？没有人愿意去围剿地下黑暗势力，得不偿失，稍有不慎的话，自身就可能被灭掉。不要说其他族，就是恒族、佛族都得三思而行。毕竟黑暗源头太可怕了，已知的一个源头，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五疯子，浮现的冰山一角让人头皮发麻。所以在墨家主动登门拜访并阐述种种危害后，阳间的许多大家族出手打压姬大德与怪龙。老谷脸色铁青，对自己那个组织下了命令，你们折服吧，别再出手了。他很恼火，也有些愤怒，被一群顶级大势力联合压制，让人觉得有些憋闷，很是不爽。说到底还是自身实力的问题，我如果足够强，进化到让各族都忌惮的地步，谁敢站出来，估计我自身也会成为他们眼中的黑暗大山之一，躲避还来不及呢，还敢打压。这种变化让各方都窒息，顶级大势力联手，异荒族出动，最终导致黑暗组织都被迫宣言不再接姬大德的单。楚风脸色难看，形势居然这么严峻，宛若黑云压顶。算了，反正我们也要各自上路去修行自身，随他们去吧，我们就此折服进化。三人分手，在离别之际，楚风送给老谷与东大虎每人一小团轮回土，让他们自保用。因为阳间一些组织太可怕了，比如用人王始祖的血推演，或许会找到他们的踪迹，而有轮回土在身上就不用担心了，对方推演不到。我们留下过痕迹，并被他们找到过那些气息，因此才能借无上血推演。如果从来没有被他们找到足迹，没有留下过气息，就是终极进化者出现在世间也没辙。老谷说道，解释其中的隐情。他非常激动与高兴，这可是魂肉啊，他大哥都念念不忘的东西，他居然得到了一些。好兄弟，够意思。老谷拍了拍楚风的肩头，随后他也取出一些看起来像是破铜烂铁般的东西，分发给楚风与东大虎，告知可以保命，然后三人各自上路。在楚风去生死磨砺时，阳间各地有一些人早已踏上自己的征程，一处宛若江南水乡的地带，有人走出。
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我来自书香门第世家，我是文人，但我要文武双修，现在去博一世威名。这是一个翩翩美少年，摇动折扇，相当的风流倜傥。另一地，一个银发少女在大喊着，我要进化，我要成仙。应小小，你在乱喊什么呀？阳间第六世家周家，少女惜轻盈的迈步，她出关了，要去外界走上一圈。另一片疆域中，大山无数，原始老林密布，腾蛇隐伏，蛟龙腾空，景象骇人。我们要出山了，什么史前世家，什么无上道统，全部猎杀之。几名如同魔神般的野人走出，向外界而去。楚风行走在荒凉的平原上，数十万里都不见人烟。他没有立刻利用传送场域远行，而是徒步前进。他在想今后的事儿，要如何快速地登临绝巅。他有三颗种子，来到阳间后还没有来得及用，而这是他崛起的根基所在。不过现在还不宜动用花粉，再将自己熬炼成最强体魄，肉身成佛前还不能服食一果等。孟婆汤不能留了，这种造化物质就是为了增加潜能的，我身上还有不少，应该全部利用起来，让肉身与灵魂都蜕变更强。楚风自语，想尽办法让自己提升体质，积点潜力。孟婆汤这种造化之液很符合条件，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。他在边荒时就已经喝过不少，不见得能直接提升实力，但是却可让自己的内在更完美，打下最恐怖的根基。任何人的潜能都是有尽头的，他现在是在筑内基，将那种所谓的尽头拉向更为遥远的地方。咕咚一声，晶莹的汁液灌进嘴里，散发灿烂的光辉，将楚风整个人都映照得一片透明与晶莹，全身细胞都被激活，他的新陈代谢在加快，以往战斗留下一些暗伤等，自己可能感觉不到，需要时间去慢慢修复，可现在瞬间痊愈。上一次在争夺血脉果实，他曾拼命面对炼有七死身的人，以及得到离达传承的可怕身亡，他遭受过重击。真是不简单，那两个生物给我留下一些暗伤，若非今天大口饮孟婆汤，我还不会注意到，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才能自然去掉隐患。他一阵惊异，这也让他谨慎起来，以后面对五疯子一脉的人，以及遇上得到离达传承的进化者，必须谨慎再谨慎。上一次他在通天瀑布那里共得到八碗孟婆汤，分给老谷与东大虎共五碗，他自己还留下三碗。一碗下去后，楚风是回味无穷，这造化之夜让他神清气爽，魂光都冒瑞霞，肉身都在绽放如同羽毛的光华，宛若要羽化飞升。轰的一声，他的肉身强度在增强，这是立竿见影的效果，魂光也变得厚重。楚风在荒凉的高原上找到了一座石山，自己开辟个洞府，盘坐在当中体会自身的变化。精神力长了一截，肉身比以前更坚韧，骨质都有了变化，骨髓如同玉髓般这么惊讶。毋庸置疑，他的潜能增强后有了各种变化与表现。再来一碗，楚风一咬牙，咕咚咕咚地再次喝了一碗，然后他全身满是蓝光，璀璨刺目，而且在这一刻他满头的发丝都暴涨起来，化成湛蓝色。这是人王血在激活，自身潜能全面爆发的体现。平日间他的血液是红色的，蓝血并不会体现出来，而发丝则乌黑，跟正常人一般无二，唯有在他自己强烈提升状态猛然刺激时才会如此。他今天喝了孟婆汤后，体内潜能汹涌，太剧烈了，无法遮掩自身真实情况，人王血自动爆发，因此这一刻他无比强大，远超越平常。
楚风惊异，孟婆汤这种造化之液真是逆天的好东西，他觉得自己的实力提升 50% 左右，这种近乎数据化的真实感受是自身变强，以前即便是人王状态也达不到这个层次，此刻竟提升 50%， 这是何等的惊人呢、啊、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多多点赞评论，喜欢请订阅此专辑，转发到朋友圈，谢谢。